여보세요. 我到了. 但是他在换衣服，不能拍他。可以拍他。跟他妈的，我从下面开始拍。见面问我第一句话就是我美吗？然后第二句话就是我土吗？看看这番茄土吗？人家不都是这样拍 vlog 的吗？都是这样拍的呀。 但完了画完就可能没画完，那还是挺可爱的。那到底要这两个选，还是肯定收起来？那收起来吧。收起来，把这个弄出来。我收起来，稍微。我感觉小丫头还行。小孩子才修裙子，我们这些人都要。都要什么？都要拍不到，要拍到。在印象有个，有让我。不怎么那么丑啊？谁不是呢？因为是原相机，对不对？东方，你这个指甲为什么比我专业？ 你才吧，家里我还有。还有灯。对呀。啊，我输了。女明星要去拍照了，看一下她平时的活动大片都是怎么拍出来的。要是要是。 我要是给他这样让他开走吗？他被你骂，然后他又给我两个机会。东方，对，他被他骂。我要把后面的车避开，或者你再往前来一点。东方，你来，我来。 刚弄忘事了。哎呀！开起来，一会儿你出来，我跟他们聊天，慢慢来。先去忙你的。再看星星的星系月光变奏曲，穿越了，马上就要从楼梯上爬出来了。好恐怖啊！上去直播了。 那我回去睡觉了，拜拜。奶奶，回家去干嘛你？睡觉。不是追我的剧吗？哦，回去看月光变奏曲。走啦，回家，我们要回家。